刚跟蓝安衬，因为刚刚呢，我们其实刚结束这个工作，然后觉得很久没有唱多一点歌曲给大家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加码，好不好？歌曲呢，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助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呢是不够的，所以需要你们最大的声音可以陪我们一起唱吗？那我听过，反正我好看吗？但我不是带来这首歌，反正没有。啊，我们试试看哦，看你们谁会唱的哪一趴就会歌唱，好不好？带来这首《反正我好看》。Thank you.
可以哦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申诉要再一张吗？好，申诉再一张，申诉，申诉，申诉。下一首歌呢？对，我们有几首歌，带来这首《娘娘腔》。我刚录完那个叮咚无间戏的第二期。我希望下一季不要再叫我吃饭。下一季每一餐都叫你吃，太压力了。贵。啊？他说他叫死，我们会饿死。真的会，说的对。我希望下次就可以直接去住饭店。六星级饭店，我没有提议给你节目。对，应该你三分之九吧。好了，难得我们同台，当然不能只唱一首，对不对？你们猜猜看，下一首叫什么歌名呢？
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我们学院花为树林喽，拜拜。